这边的位置就摆这么高。好，都记住了吧？是。你好。你好。啊，是这样的，前两天这里发生了一起掉落意外，我朋友受伤了，我想询问一下具体的故障原因。哦，你说那个鲸鱼模型是吗？对。现在有什么具体的情况进展吗？事故的原因我们还在调查，所有的零部件我们也都送去技术鉴定了，只要结果一出来，我们会立刻联系你的。那之前这里发生过什么类似的故障吗？从来没有过。其实说来也奇怪，我们这个鲸鱼模型前几天刚检修过，任何的部件都没有问题，也不知道这次是怎么了。刚检修过？对。哎，等等，我约的你是一个小时后谈，我现在要回去查明白那天发生的意外。哎，你不要查了，那件事跟他们没关系。怎么可能没关系？哎，我也解释不清楚。哎，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。难道你对那天的事情一点都不担心？我不担心，我跟夏白城认识多少年了，你才认识他多久？好，我之所以叫你来，就是想问你，为什么夏白城身边总发生那样的事情？从我认识他开始就不断发生，我认为这不是巧合。既然你们从小就认识，那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记不得了，从小就这样吧。不对，我觉得夏白城身上发生意外是有规律。没有，你不知道，他从小就倒霉得很，什么抽背课文一定会抽到他，打扫卫生遇到蟑螂一定是会飞的那种。还有头上连鸟屎这种事更不稀奇了。哎，总之他的事有我在，还轮不到你操心。那天他没有答应我。哦，我会再正式的跟他说一次。不行，你不能再跟他告白，就算你再喜欢他，你也要等到他向你告白。为什么？因为夏白城这个人本来脑子就不太好，现在受伤了，他脑子更不转了。医生说了，他现在需要绝对静养。我问过医生了，白城的伤很快就可以出院了。脑子的伤这种不好说嘛，你害他受的伤，现在你还要趁虚而入，你还有人性吗？多大了你还看哆啦 A 梦，幼不幼稚？说到幼稚，你大半夜跑这儿来干嘛呢？啊，对了，我有急事要问你吗？问完就走。哎，如果石井跟你表白，你会答应吗？石井没有跟我表白啊。我是如果，你会答应吗？哎呦，我不知道。什么叫不知道啊？亏我大半夜还跑来问你。我让你来问了，那就补床熄灯睡觉了。好的，我马上就睡觉了。
将来成没有接受的事情，是不是我的机会要来了？可是诅咒依然存在，我要怎跟他表白呢？每一次诅咒生效都会有高坑坠物的危险，但如果不暴露在外面，有一块绝对安全的区域完成告白，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对他说出那四个字。所以，我要赢得这次比赛，完成一栋绝对安全的建筑。 陪我到最后。行了，石井学长，你怎么来这么早？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李山，要不然你去帮小白学长吧。他跟无花果在屋里腻歪呢，我待不下去。石井学长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不行，出院不代表痊愈，医生说了，你不能提重物。 我叫的车好像到了，那我先走了。你们俩谈恋爱呢？走啊！想牵手就直接一点嘛。 是时候了，决斗吧！来吧。 李山学长，李山，老胡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嘘，不用鲜花，不用掌声，我回来了。大哥，这个之前不是扔掉了吗？哎呀，你个木头，当然是有人存下来没扔了。开工。 开工了。
夏白痴，能不能快点？好了，马上马上。我去死！学长，你能回来真好。我要继续完成我的设计，建一栋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房子。为什么是最坚固的呢？算了，你不想回答也没有关系。我要守护一个人。狐狸山，你催催催催什么呢？烦死了！谁让你那么磨叽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不闹了，头发都乱了。好了，走吧。哎，请问这位美女，你知道女生宿舍楼在哪边吗？同学，就算我长得帅，你也不用这么一直盯着我看吧。哎，多莫名其妙。哼，石井学长，我觉得我们那个效果图上方还可以再加一个天窗，增加采光。具体的我出个方案，明天我们继续讨论吧。嗯，好，大家辛苦了，那我先去洗澡了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拜。果果，果果，你在看什么呢？24个比例。石井，石井，恭喜你，终于成为无花果同学的研究对象了。怎么了？石井学长有没有练过轻功？什么呀？石井学长最近有没有异常？没有啊。石井学长刚刚还跟我们在一块儿，在工作室呢。哎，无花果同学平时就爱研究一些什么变态物种、外星人之类的。我也觉得事情不正常，正好仔细研究研究。石井，有人举报你夜闯女生宿舍，骚扰女同学。走，跟我们上保卫科去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哼，徒有虚表，现行了吧？哎，站住！站住！郭柔在你宿舍，谁上来就打安静，闯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哥，小景，原来真的是双胞胎。所以你知道石井学长有双胞胎？啊，我也是听我姐之前说过有，但我没当真。谁知道原来是个乌龙啊？乌龙？一句乌龙就算了？你看你之前口口声声说找他算账的样子，简直是个暴徒。那我只是看到了那张脸耍流氓，我又不知道他们真的是双胞胎。你必须诚恳地跟石井学长道歉。这事儿也不能全怪。中彩票了，这么开心？要你管！是不是觉得我回来了特别好？对对对，打捞失足少年的成就感你不懂。我就知道，是不是看不见我的日子里，脑海中经常浮现出来我画图的英姿啊？嗯，看到你还是不要脸，我就放心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明天见。放松生活，我选择爱必居家具。
爱别居家居，让你给身心放个假。咔！那个谁，你会演戏吗？我这是一个家具广告。你是失恋了还是家里死人了？你现在是一个工作了一天，回到家里享受舒适家具的白领。你的表情能不能，哦，陶醉一点？还有，谁让你改我台词的？导演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您那个词儿有点长。我的那个表演状态吧，是根据那个斯坦尼斯拉。斯你个毛啊！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？你是不是记不住台词啊？啊，副导，哎，从哪儿找的演员？会演戏吗？导演，台词都记不住。我来跟他说啊，您让我来跟他说，我跟他说啊，你先歇会儿啊。怎么回事？会不会演戏？词都记不住？赶紧的，赶紧进。导演，先别生气啊，给他一点时间，新来的啊，不懂规矩。斯特，喂，蓉儿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去找了你。我已经在去国外的路上了，要去英国留学两年。什么？这么突然？我还没向你道歉呢。对不起啊，我。算了算了，都过去了。听说你去学校找我了。啊。我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你，以后别再做傻事了。诗云，快点儿。哎，你在拍戏啊？那你忙吧。也没什么可拍的了。导演刚才说我是废物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演了半年的路人甲，能红早红了。诗云，你拍戏是为了红啊？我拍戏，是因为我喜欢演戏。那你就记住你说过的话，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。你之前的戏我都看完了。在我的评分标准里，全都不及格。我可以不怪你骗我，但是我讨厌不认真的人。如果你真的热爱他，那你就做好每一次的表演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哎，导演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的状态不好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给一次机会，导演。信任吧，再给一次机会。OK。谢谢您。各部门准备好了吗？再来一次啊！开机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放松生活，我选择爱别居家居。爱别居家居，让你给身心放个假。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说？我都准备睡了。决赛的方案，我有新的想法。决赛？决赛的方案我已经发给大家了。对啊，李善，你就别捣乱了。我没捣乱，我认真的，而且我有足够的把握，赶在截稿之日前把它完成。想不想听一下？李山，你这个像鸡蛋一样的东西是什么？我把它叫做地球最后的安全堡垒，灵感来源于它。这个大金球是钢结构吧？真圆啊。虽说钢结构球体建筑的施工现在不是什么新技术，最重要的难点就是要确保它的弧度。没错，的确很困难，但是弧形结构在安全和稳固性上远远高于四方结构。你为什么一直在追求安全性？
你们以为在和平年代就没有危险吗？其实，危险时刻在我们身边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地球上有这么一栋建筑的话，它能抵御一切自然灾害，小到海啸地震，大到陨石撞击。现在地球的生态日益变差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到来的话，我们可以将人类最后最宝贵的遗产放在里面。它的材料无比坚固，而且不会被风沙海水侵蚀，到时候它可能成为地球上仅存的人类遗迹。如果还有一对幸存男女的话，也许他们能够保证人类的繁衍。虽说很有心意，但是出于对赛果的负责，我觉得你不太可能完成。那就比一下，决赛之前我把它做出来，到时候我们投票选择。这件事我和白城不能答应你，还需要看大家的意见。放心，我会跟大家说。护理生找你干嘛？他。他给我们看他设计的一个蛋，一个蛋。你说决赛都要开始了，他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个新的方案，我都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。白城，你有没有觉得胡里山有可能喜欢你啊？开什么玩笑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不可能？他那么紧张你，你有什么事情他都是第一时间赶到，奋不顾身的。这可不是朋友之间可以做到的。因为我们两个从小一块长大呀。如果他有什么事情，我也会奋不顾身的。啊？好吧，你不要骗了自己的心就好哦。大家早。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没有啊。你该不会是在这里睡了一整个晚上吧？是啊。起了个痘。